穿搭的自己去下单啊。我们的直播间呢是一个知识分享类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网络学车课件，点开屏幕下方蓝色的小雪花就能够看到蜜桃为大家带来的这部课程了。桃子说车的整部专辑都是我来为大家亲自录制的视频课件，进入到蜜桃班级之后也是我来为大家授课服务的，所有你想看的想学的知识蜜桃都会在班级里教给大家。不管你会不会开车，有没有驾照，不管你驾龄多少年了，或者是持有的是什么类型的驾照，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是大家能够刷到蜜桃的直播间，看到蜜桃正在直播就可以去下单。小姐妹能别买1999的，小姐妹你要学车的话你去买588的课程啊，桃子说车的专辑不适合你，88、488和1999这三部课程它都不适合你。女孩子去买588的学车课程啊，教你倒车入库，教你早高峰怎么开，环岛怎么开。来生版听懂的同学咱们自己去下单啊，未成年的小朋友咱们也不要买，大家未成年都长身体呢，多喝点牛奶，吃点鸡蛋啊，咱们干一个。来生版喜欢蜜桃的给蜜桃点上我关注啊，加上个粉丝团，我亮出一个灯牌，我们不是驾校也不是车行啊，只要是大家能够刷到蜜桃的直播间都可以来学习蜜桃的课程。我们的直播间呢是一个知识分享类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网络学车课程，点开屏幕下方蓝色的小雪花就能够看到蜜桃为大家带来的这部课程啊，线上课程啊。桃子说车的整部专辑就是我来为大家录制的，自己去下单就行。欢迎新学员的加入，谢谢大家的小心啊，欢迎新学员的加入。来下了单的这位同学，下了单的同学回到直播间里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打开我头像，来到主页去给我的主页发消息，你说我要进入蜜桃的班级就可以。上海有门店，上海是我们高级班学员最多。